迎收看本期 JMT Channel。今天由我崔世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由 DTS 兵王最新推出的 G18C。好，我们来现在测试一下它整体的一个重量。卸去弹匣之后的重量，还有弹匣的重量。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快速的拆解一下这一款最新的水弹发射器。下总成采用的是墨绿色的尼龙，上总成的滑套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弹匣阀门和加气口均采用了不锈钢。 G18C 使用的是 Marui 的系统，对比 VFC， Marui 的系统更加的稳定，通用性更加的强，市面上的普品也相应的会更加多一点。在这一款最新的产品里面，优化的地方非常的多。首先我们看到长弹匣的加弹口还有爆弹嘴这两个地方都进行了一个圆滑的处理，飞机嘴也相应的进行了优化，使玩家们在快速激发的过程中几乎不会出现碎弹的情况。附近杆的前端增加了一个胶垫，有效的防止了滑套的开裂，增强了前端的耐用性。